今天来大舅一郎给你钓鱼竿。我们自制的一个传统的钓竿过来钓，因为我舅家这个鱼塘也挺宽的，只是说一直没有这个实力去整它，所以说它的水就那么浅，泥巴太多了。终于等了十几年了，我就说准备卖一头牛，准备这几天要放水晾竿，过一两个月就要请钩机来挖了，把它挖深加深。水太浅了，就20多公分、30公分深的水，这鱼能看到我们，他们一直在中间那里游啊，他就不靠岸。这个鲤鱼的话，警惕性比较高一点吧。玉米它不吃的。哎呀，明天我们出发一点，就远来盘它吧。天黑了，收工。今天我们挖一点这个饵料之王蚯蚓，继续爬它们啊！来了，老弟！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你看这些鱼一直在我这个浮漂这里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，它就是不咬我钩。什么情况？到底玉米也不吃，蚯蚓也不吃，可能是这个水太浅了，这里面的淤泥太厚了，这个一丢下去，那个饵料都陷到那个泥浆里面了，它根本找不到。哦，我还说找不到了，找半天怎么都找不到，飞起来。哎呀，终于不攻击了嘛！我以为找不到，怎么那么笨？你们你找个，我这个找半天都找不到。你看这个水，就那么浅。可以，准备拿桶来装。哎，看我们这种鱼竿，这种鱼线，你看，这直接飞哦，抓网都不用，还是我们的这个蚯蚓饵料给力啊！哎，马上连竿，一条。埃及鱼啊，这什么味呢？这飞出来了，这个
你看这个老都有人丢了哦。我找这个土里面最干净的地方。这个是碎鱼，你看，我就把它炒的碎碎的这种。下饺这种。